八仙之名，八方向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是分八方。八邪以眼观美色，二耳听恶声，三鼻闻味香，四口贪生灵，五心生邪念，六意追邪情，七足行邪地，八手乱举动。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是谓八卦之名也。八音，音乐有八音，即金石丝竹刨土革木。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曰涛风，东南曰熏风，南曰飓风，西南曰凄风，西曰阳风，西北曰厉风，北曰寒风，是谓八方之风。八苦，佛家云：生老病死五阴盛，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是为八苦，人人难免，一应设法躲之。八则孝顺公婆，顺从丈夫，除去暴性，事要实在，周礼相近，要学守稳，要有廉洁，要不羞耻，此八件事坤备之护身法，必当学之行之。八条目，大学上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能依照行之，大同世界也不远也。八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一年之八节。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谓人伦，人人必当行之。八难，水火刀兵旱涝饥馑，此为八种之灾难。八难，一至三极三恶道：一地狱道，二恶鬼道，三畜生道，罪孽深重难于见佛。四身北渠泸州，有乐无苦不思求道。五身长寿天，安乐之地，亦乐尧舜，更不欲修道。六身佛前佛后，不能与佛结缘。七身聪明才辩，自称己能，不肯信佛。八身诸根不具，即聋盲音哑痴风等，求道有障，亦不能进道。八种分别受妖穷通智愚贤否，一落后天便有分耳。八寒，八热，八寒地狱与八热地狱。八寒地狱又名八寒冰地狱，即俄浮陀尼罗浮陀诃罗罗阿婆婆偶玉波罗波头摩分陀利，此八狱在铁围山底。八热地狱又名八灾火地狱，即等活黑神众和教唤大教唤炎热众热无间，此八狱在阎浮地下五百由旬处，众类而住。八万法门，八万四千法门的简称。八万法藏又名八万法运，即八万四千的法藏。
八万系行，八万是用以形容数目之多，此八万系行是大乘菩萨界外的唯系行仪。八万威仪，大乘菩萨有八万之威仪。八万是八万四千之略，是形容数量很多。八万四千数目很多的意思。这是印度人所常说的一种习惯语，佛经上亦习用。此句来说数目之多，并非有这么一个八万四千的确定数目。八万四千并八万四千的烦恼，并就是烦恼的意思。八万四千光明为无量寿佛的每一相好，都含有八万四千的光明。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个进入佛的门户。八万四千相好观无量寿经说，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八万四千劳尘，八万四千个烦恼，劳尘就是烦恼的意思。八颠倒凡夫的四道与二尘的四道，合称为八颠倒。凡夫的四道是误认世间味，常乐我净；二尘的四道是误认永寂未盘，即无常乐我净。八变化又名八神变，或八自在，即能小、能大、能轻、能自在、能有主、能远至、能动、随意。亦和盛唐活动概况。编辑部。一、活动概况。年月日举办英文三宝班。年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年月日举办年终悔过班台北地区。年月一至三日年寒假大专高专成长营二天二夜。年月日辞岁。年月日举办新春团拜。年月日两日举办新春志向班神元山。二、活动概况。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举办人才在教育班欣赏。月日举办大状元读经会考上午。月日举办小状元读经会考上午。编后语。编辑部。一贯道于民国年传入台湾，新义和老前人于民国年渡台先至台南传道。当时交通不发达，老前人及前人辈们远路坐火车外，其余皆以徒步或以脚踏车代步，风雨无阻，非常辛苦。尤其是当时天道未奉准传道，关考难免。若非天恩师德庇佑，前人辈们无法坚持牺牲奉献之精神，全力以赴。若非道真、理真、天命真，何能如此？而今一贯道合法化后，奉天承运，道贯古今，得朝日月，白羊旗帜飘，扬九州，全世界有各国家普传圣道。如此趋势，全世界道亲携手合作，圆成弥勒家圆，实现师尊师母普度收圆的神圣使命，借以促进世界大同，则指日可待也。易经二八易位，二八易位二八回旋使气传任邪机偶结其缘三三位善排称。本期九位根又是缘的理从三阴渐动法门部二十当先参同义理缘归依那管。
人间道与禅西南的蓬乃初三之月，因初一初二不见其月，初三之月为漏其机乃。道显之象，东北丧蓬乃二十九之月，不见其月，乃道隐之象，蓬乃道也。论语一。书谓之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有道至远方来，西方十万八千里，得之才能不亦乐乎？尽心去修才能达到超生了死之境。修道是要欢喜做，甘愿受，乐观进取，包容接纳，通权答辩，单纯真诚，福物牺牲，慈悲无忍的人生观。白羊修士是先的而后修，不必抛妻离子，家人可同修，并可一世修一世成。无人记得三宝，要尊行师尊师母，内外兼修，又如国父所说，知行合一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务实修办道。凡人皆被七情六欲所困惑而不能悟出真我。中庸云，喜怒哀乐之谓八味之中，八而皆中结谓之和，是白羊修士的修行法门。白羊使者若能保守十大愿，遵守佛规十五条，则有如百孝丹见效，慈悲心自然流露。凡事皆以众生为重，修办道尽心尽力，多加布施忏悔，必能悟出真我。修道人明善付出，就是要修成赤子之心，恢复本来面目。如能善用三宝心法，低心下气效法佛菩萨之圣行，内外兼修并勤于布施，修办道，行功立德，完成上天所赋予之使命，已达成修性了命，了道，则成道有望也。人生的因缘果报是由自己前生中甚至累世所作所为而缔造的。俗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所以其因果造就了个人的业力，而且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时点一到随即出现。人生于世是经万八年之六道轮回不断，生生死死不知其所以然。人生无常，无人生为人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无常一道，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随即要撒下片刻不能留。故顺治皇帝诗曰：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生我之前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长大成人方知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亦不去，亦无烦恼，亦无悲。人之生老病死，无人可免的，此外尚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愿增慧苦及五阴胜苦色受想行识之八大苦。活佛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师尊云，行尽天下路，唯有修道不误人。故为了脱身死，应毕生贡献己能于修办道上，以完成上天赋予之使命。人之一生有醉生碰死，得过且过，追求真善美，各自有之。我们修士量必以真善美人生为目标。我们既然得到，就必须认理归真，择善固执，认真修办道，并
时时感谢皇恩，服务众生，贡献己能，会使我们的人生更美，也是我们修道人要回礼天的最佳选择。注印大德方明录，许玉五本，庄建五本，王瑞林二五本，王伯阳二五本，廖世豪一本。十五，义和双月刊第十五期目录年月，义和圣堂介绍，白羊佛堂布达，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论语选读编辑部，先佛圣训。芙蓉中道院实行忏悔班编辑部，李世长加言，修办道以诚心、信心、恒心为要。王坤德，历代祖师介绍，第十三代祖师周公王子，道学研究，易经研究陈永红。世间是一个迷魂阵编辑部，业力与解脱续林妙慧，修道的步骤编辑部，道学用语词汇里一章，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义和圣堂介绍十二。布达，白羊佛堂，龙华盛会，承接上集中门对联之九大九智后，让我们共同去窥探庄严无比、殊胜有加的龙华盛会。在三楼中门门槛上的这一龙华盛会的主题，当我们驻足观常明思的当下福。现于心灵上的第一念头，就是诸佛菩萨莅临人间所开眼之无上法的法会因由。如九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叉难陀集译的《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汝说法。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各遣侍者问讯世尊。是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于所谓大圆满光明于大慈悲光明于大智慧光明于大般若光明于大三昧光明于大吉祥光明于大福德光明于大皈依光明于大赞叹光明于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颤提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
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一天龙鬼神，亦即道刀立天宫。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净天、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首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的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啖血鬼王、啖精气鬼王、啖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摄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尔时，释迦牟尼佛闻书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汝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道。刀立天者，汝知数不？闻书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夺不能得知。佛告闻书师利：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以闻书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的神力都不能测夺得知欲会的菩萨国土，以世尊之佛眼犹观故不尽数。因此一场殊胜的法会，若以凡人众生的能力要去视透，法会之殊胜机缘是很少的。那龙华盛会非透过多元化的角度一一去剖析，是不能进入殊胜的范围。以白羊佛堂是龙华盛会的现场记录的话，有几点是写实的，以平等观来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进入佛堂。借用《金刚经》所记载的，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之累积才可以的，不是具备此条件，就诚如俗语所言，门儿都没有。就有这么一段要进入佛堂边缘的人真实典故。经朋友再三的引导，这位在佛堂边缘人，他自己的生命已剩一天的时间，最后还是在历劫生死轮回中与佛堂擦身而过。是故事这样的，这星期日周前人带领着陈文贤前贤到新庄去度化，成前贤很要好的换铁朋友 XX 先生也很高兴的遇着样的机缘，从早上到中午，午饭后又继续谈，都是在很欢喜的气氛中进行，一天将过，最后竟然以一句心里没准备而收场。虽然约定下个礼拜再来，隔天他与其他的朋友到宜兰九关十八拐车祸身亡，让入龙华盛会的机缘溜掉。
如要举似此真实的典故，在道场中是俯拾皆是的。二，若以四因成熟才能形成无上法之基准点，是符合龙华盛会之条件。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四因缺一不可。用点传师之请谈经及表文内容是最直接契入点。龙华盛会之形成由天命恭请万灵真改名名上帝灵坛，并且恭请十方诸佛、万仙菩萨以及雷部、风部、虎部、龙部和二十八星宿降坛护道诸般星宿到此。运济普收有缘，鬼神听旨切莫名完，遇难救难，遇灾除烟，遇善相助，遇事相伴。大劫远退，星耀灵官道统已坠至今三千余年矣，现今灾煞俱到身边，水火劫煞已到眼前，所以立下此会，广救无数众生，恳求上帝大赐明路，别魔所成。因此一和圣堂三楼殿中门玄关文化之摆设，是具有四因成熟无上法之独到处。中门旁九大九智之连队，而环绕中门之诸般星宿护法坛，龙门上的三曹普渡白羊佛子及虎门上的三旗应运白羊佛子之徒解拱，拖着中门上的龙华盛会，在无形中形成绝配。三旗应运是因时，三曹普渡是因事，圣堂是因地，诸般星宿诸佛菩萨还有白羊佛子，当下的求修道者是因人。诗曰：今时正在重阳天，普渡三曹末节年，善恶分班逢此事，修持大道托尘缘，大千运子聚朝前，得受新传学佛仙各各皆能登礼遇，超凡入圣正经莲。接下回再续。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论语》选读。泰伯第八。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心于人，故旧不移，则民不通。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与足，起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谓乎道者三：动容貌，思远暴慢矣；正言色，思静性矣；出辞气，思远必备矣。边斗之事，则有思存。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始交且令，其余不足观也矣。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未大，为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患乎其有文章。子曰：与吾无见然矣，非饮食而至孝乎鬼神，
恶衣服而至美乎拂冕，卑躬视而尽力乎沟绪，与吾无见然矣。自汉第九，子绝嗣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子曰：吾有之乎哉？吾之也。有彼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结焉。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呼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又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无才，如有所立卓耳，虽欲从之，莫有也矣。子曰：譬如未山，未成一篑，止无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尽无往也。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世道；可与世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先进第十一。子曰：从我于臣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宇、宰我、子贡、郑氏、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季路问是鬼神。子曰：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颜渊第十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有己，而有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物。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视思与矣。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伤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岂亦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也。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而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直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人而行为，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路第十三。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夏未举父宰，问政。子曰：吾欲速，吾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
事不成。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直视敬，与人忠，虽知夷狄，不可弃也。现问第十四。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惠乎？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子曰：莫我之也夫。子贡曰：何谓其莫之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有病。诸卫灵公第十五。卫灵公问臣于孔子，孔子对曰：祖窦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谓之学也。明日遂行，在臣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运谏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曰：次也，女以与未多学而识之者矣。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与义以贯之。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仁，亦不失言。子曰：君子义以为直，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曰：知己知，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己知，人能守之，不庄矣。利之，则民不敬。知己知，人能守之，庄以利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记事第十六。孔子曰：义者三有，损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义矣，有辩辟，有善柔，有辩佞，损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挟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未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已。阳货第十七。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武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公、宽、信、敏、惠。公则不武，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仁。子曰：有也，女闻六言六必以乎？对曰：未也。居吾与女。好人不好学，其必也愚；好之不好学，其必也荡；好性不好学，其必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必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子曰：与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张第十九。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人在其中矣。尧日第二十。尧曰：资耳顺，天之利数在耳恭，与之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与。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先佛圣训。编辑部。忏悔是良知良能明你我他的灵觉，忏悔是大彻大悟审罪过错的真结，忏悔是重新众生轻生口意的境界，忏悔是真修真练入界定慧的天阶。五本三天主考院长是也令帝敕令到坛间搬早餐，帝驾问帝昧心真假，院长大伦白话辞训，且慢，轻率乎？轻率乎？周贤帝，轻率乎？轻率乎？当言乎？当言乎？冷风关闭，冷风关闭，惊天动地，班会开启。大忏悔班，应时应机。天曹卯时，领慈玉。诸天仙佛，护法道齐。的曹冤业，立刻奉离。因果业力，清算在即。张举白莲，追讨可以。跪听两旁，一念趁虚。知愿之道，真道不欺。若真忏悔，赦免无疑。故而紧张，升降之际，九玄七祖一样打击。今魏兄领帝敕令到坛检举，弟妹起立，检点资格方可参与。首先，虚情假意、阳奉阴违者，退下去。退下去。再者，身心不清，未立清口愿者，场外立。场外立，即刻离席。离席，离席。资格鉴定，问心可有疑。好，写训。院长大人批训。真考真验真假回，真知真见真行为，真情真意真忏悔，
真赏真罚真道归。问弟妹真不真，班员答真。问弟妹够不够真，班员答真。跪下，若真忏悔，先行罚罪，全体罚三千扣。少言语，全体罚三千扣。执礼大声，再洪亮。周贤弟给魏兄名册告白。王游冯周起，清净身心待客。王游冯周起，清净身心待客。李贤弟站上来，归位待客。班员叩手臂，跪挺。问弟妹有没有罪，班员答有。问弟妹知不知罪，班员答知。问弟妹认不认罪，班员答认。弟妹好自忏悔，为师兄先一旁隐退。叮咛在法堂跪不准违，直到有命方赦回，可听懂。班员答懂，在法堂跪不准违，直到有命方赦回，可听懂。班员答懂，好自忏悔，为兄隐退。隐辞。甲，忍心知众生生气引斗争，汝身不汝恐到底还真空，修行逆旅上谈何性穷通，道光第三度万法自在中，吾乃万国教主奉，慈命早至坛，驾引参再见爱徒们于心何忍焉。忍辱是情绪管理精神归纳的最初，忍辱是释放感受开化气柄的用途，忍辱是内心刚柔灵性境界的容度，忍辱是随顺应可通化转念的功夫，忍辱是修道课程关卡历练的出路，忍辱是心路坎坷磨考离奇的收服，忍辱是同修道半切磋琢磨的领悟，忍辱是天命道运时机因缘的解读，忍辱是遏止困穷缓冲绝境的来处，忍辱是平定争执安抚冲动的立足，忍辱是宽宏度量随方救援的妙助，忍辱是往内反省向道求证的养父，忍辱是主宰火候主掌生死的关注，忍辱是小而无视大而化之的安舒，忍辱是刻念作甚得见名利的食物，忍辱是受人之怨美人之恶的无辜，忍辱是不被影响不获声色的做主，忍辱是莫论人我共达目标的天图，忍辱是无限潜能越用越勇的抱负，忍辱是正菩萨道六度万行的中枢。师尊老大人白话辞训，师尊老大人批训，将忍辱偏念一遍。天顶的炉，天顶的炉，为师只能对徒儿说忍辱。午时一到，徒儿坐下听课。午时一到，徒儿坐下听课。在这忍辱一天，明天恢复。忍辱一天，明天恢复。为师已辞。下徒儿班程继续，周徒那开一盏吧。周徒那冷气关闭，给徒儿们开一盏风吧。为师情非北一样，
为师情非北域亚。上课，李氏常加言：修犯道以诚心、信心、恒心为要。王坤德，真如复兴的白羊时期，修犯道以反求诸己为主，重在内圣的修持，请察己过。忏悔静静，其使自信湛然光明，方能天理流行，自信流露，推己及人，度化群生，完成己利利人，以达达人，普度收缘的神圣使命。一贯弟子在求得真天大道，信理真传后，进入修办道的历程中，不论时间或长或短，如果感觉修道乏味，办道无力，感觉不到道位与其尊贵性，感受不到上天的慈悲恩典，神佛圣贤的加倍，体受不到自心菩提智慧快乐幸福的增长与相对烦恼苦痛的递减，体会不到人逆己逆、人积己积的同理心，则应该深自反省，是否欠缺了诚心、信心与恒心三大修犯道的精神要素。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诚物也。有了诚心，才会虚心承受奉行，方能产生信心而持之以恒，修犯道因之有始有终，因此成己成人，成道了道。没有诚心，道苗失灰，不起作用，只是焦芽败种，枉费道源时机，实在可惜。诚心、信心与恒心，看似三者，其实一也，而以诚心为先，所谓修身以明诚为本。修犯道以诚心为出发，以智慧为护法，而以信心为进步关键，以恒心为终极功夫。诚心使修犯道者一心不乱，朗现智慧而有所感应，便生发出信心来，信心越坚定，便越真诚修办，而持之以恒，随之越有不可思议的感通。中庸所谓至诚如神。大学言：诚者无自欺也。诚者不欺骗自己的良心本性，不蒙蔽自己的良知良能。不自欺，自能胜其毒，不愧于屋漏，不欺人也不欺天。诚字一言以蔽之，真也。诚心就是一个真心，真心就是不虚假，真心自然了，勿虚幻，不贪不求，真心自然真修实练，不畏不惧，真心自然持戒守律，不嗔不痴，真心自然敬天礼神，不骄不矜，真心自然不昧因果，严己宽人，真心自然尊师重道，谦冲自牧，真心自然重圣轻凡，牺牲奉献，真心自然同同师，何得一心，真心自然同体慈悲，度化众生，真心自然信受奉行，持之以恒，真心自然不会虚心假意，不会退缩不前，不会欺师灭祖，不会藐视前人，不会不尊佛规，不会泄露天机，不会逆道不现，不会不量力而为，只一个真诚心，
成道便易如反掌。信心使出发诚心得以延续、升华、转化为修办道的巨大力量。孔子说：“仁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为功德母，仁无信，如大车无翼，小车无辙，如何行？”功利得失去金钱的人，失去很多；失去道源的人，失去更多；失去信心的人，失去所有。失业尚可救，失信心的人却是无药可救，因为不但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道，否定了一切。孔子有言：笃信好学，死守善道。简短的两句话，却最能贴切体现出修办道以诚心、信心、恒心为要的精神。笃是笃实，就是一个诚字耳，信就要真诚的信。为何要真诚的信？只因为所信的道是善道，是真正令人超生了死的道，是教人向善升华的行。上道是使人认理归真的还乡绝路。有句话说：行尽世间天下路，唯有修道不误人。唯有用心的赶快学，而学就要好，应读四声好。喜好宜而废寝忘食的乐在其中的学修，也因之才不至落入人云亦云的迷信当中。更要以死的权限程度坚守之，以至死不移的恒心来表达自己对道的笃信。要好学，也唯有如此，以身试道，才能使道真正成为人人称善的善道，则弥勒家园大同世界可期矣。从一贯道总会训转载，历代祖师介绍十三王子。第十三代祖师周公。中国人一向对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哲伟人豪杰崇拜不已。盖立德、立功、立言，不但能激励当世，亦可深切影响后世之故。论古来的中国诸圣哲中，既能兼备三不朽，又以最完美的人格为后人所敬仰的，那当推本文所要介绍的周公了。我们常在新年的春联中可以读到下列的门联诗对：孔人梦一周礼乐，尧天顺日汉文章。此联中提及尧、舜、周公、孔、孟等人，都是中国人所尊敬圣哲。其中我们的万世师表孔子一生中最推崇其人格光明磊落、最能实践家言义行的大圣人，便是周公了。孔子称赞周公最为大孝，曾道：“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以其人也。习周公教四后稷以配天，宗四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察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周公因此而创天地君亲师五种为世人尊敬的对象，而且他又创立各项制度，至今我们仍蒙受其福。日后孔子一生的行举也无不以周公为典范，心目中常念念不忘这位圣哲，
连做梦都思及周公，常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姓姬，会旦，周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是周文王第四个儿子。他上有三位兄长，大哥伯邑考，父有礼探望被商纣囚禁的父亲时，被暴君商纣王剁成肉酱。二哥即是武王发，三哥是管叔鲜。文王嫡传十个儿子中，以周公最能孝顺公悌，又以贤德多才艺著称，故后人称他为周公。此时成王是魏文灭纣的第二年，由于天下尚未安定，武王日夜忧虑，生了一场大病，又患着严重的失眠症。自思恐不久人世，便将周公召来道：“但你是我弟弟中最具贤能的人，我叫你做事，你总是勤勤恳恳，连饭都顾不到去吃。假如我传位给你，你一定能够对国家尽心负责的。现在上天和祖宗已注定了我的命运了，我死什么都放心，最不放心的是我们国家。你是知道的，祖宗把基业传给我，好向农人耕种，希望的是能有所收获。我若不能成功，就是使祖宗不得享受配天的祭祀。你应该不要谦让，接受这个使命，不然的话，我就上无以追先望之德，下无以为万民之望，也无法去见祖宗了。周公听到这里，心里非常惶恐，但对于病人又不好辩驳推辞，只是拱手站在旁边涕泣不已。后来武王又曾真心诚意地和他谈了几次，周公仍然谦让不受，武王没法，只好立亲身而送位太子。武王由于病得太重了，太公望和赵公曾经想通过占卜的方法为武王驱除灾难，但周公认为仅仅占卜并不能感动先王，于是他就筑起三床祭坛作为神灵降临的场所，又在这三座祭坛的南坎另筑起一坛为周公所站立之处。周公令人把祭坛打扫干净以后，自己拿着玉器，又在地上安置了祭祀所用的玉器，然后向著名的周先望太望王祭文王进行祷告，让史官向神灵诵读典册所载的周公的祝词。如今诸位祖先神灵的长孙武王染上了险恶的疾病，你们实有保护长孙的责任。我们要以周公姬旦代替武王的身子。我姬旦仁厚而且孝顺，又多才多艺，能很好的侍奉鬼神。相反，你们的抗孙武王却不如姬旦多才多艺，还不能侍奉鬼神。你们的长孙武王受命于天庭，在下界保佑四方，辅佐周的民众，所以他为四方之民所敬仰。请诸位先祖让我替武王归天去侍奉神灵。祝祷完毕之后，即将载有祷词的典册置于金藤之馈中。说也奇怪，这次的祷告竟令武王的病
在一夜之间痊愈了。数月后，武王卒，子宋即位，是魏成王，年方十三。周公恐怕天下诸侯欺侮成王，乘机作乱，便毅然承受武王的遗言，以叔父的地位摄政当国，不料却因此而引起了一场大误会。其兄弟们管叔、蔡叔、霍叔不服，散布流言，离间周公和成王的关系，说周公有窃国之嫌，弄得满城风雨，是非不明，甚至联合东方的商纣王之子武庚起来叛乱，周公不得已采取了断然措施，亲率大军出发东征，以三年的时间平定乱世，安定天下，杀武庚，诛贬三叔，平扶偃等五十国，奠定东南，营建东都邑洛阳，名为陈州，而已稿今为宗州。后来周公写了一首诗送给成王，叫做吃枭，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据说这年的秋天禾苗长得很好，成熟以后还未收获，就遭到雷电大风，使禾尽眼，大木司拔，邦人大恐，百谷成熟还没有收获，天空雷声大作，刮起大风，庄稼都倒地了，大树也都被拔起，国人非常恐慌。周成王和大臣们都穿上朝服，郑重地开启金藤之会，读到当初周公欲以己身代替武王的祷词，这才深切认识到周公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成王被周公的无私壮举感动得泪流满面，说道：“习公勤劳王室，为与充人福及之，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尚书金藤，成王所说的意思是，当年周公为我们国家勤劳，只有我这年轻人没能知道，现在老天动威来表彰周公的功德了，我小子要亲自去迎接他，我们国家的礼制也应该这样。待成王和大臣们走出郊外去迎接周公时，天转晴，刮起回头风，使原先被刮到的庄稼都立了起来。尚书金藤，大公赵公命令国人，凡是被稻树压着的庄稼，要全部扶起，用土培好根。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周公辅佐成王，在摄政的七年中，平定东方的乱世，建立封建王国，改定官制，使周做到物富民康，安乐富足，并治理作乐，受到后人的一致推崇。成王、康王两代，在这样的基础下，天下安宁，四十多年不用刑罚，史称成康之治。七年的摄政，天下已大治，于是周公将大权交还已长大成年侄子成王。世人对其大公无私之德，即为公忘私，大义灭亲之举感佩不已。后来的史家写史至此，常和后来西汉末年假仁假义的王莽一比，亦觉得当年被误解的周公人格更加完美，对表面道貌岸然，内心卑鄙龌龊的伪君子王莽更加极仇，于是慨然的迎
诗一首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迁宫下士时。若是当时生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公传承道之命脉，表现在行举上最具体的，莫非谦让敬上序下六个字。他以身教来指导其子伯禽，成王以周公之功劳很大，以鲁国封其子伯禽，伯禽去。道差时，周公借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见。一，然我一目三握法，一犯三吐哺，岂以呆视？有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甚，吾以国教人。周公在这段话中，深深以教令慰藉。古代贵族子弟常常骄奢蛮横，不懂礼仪，所以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历来是一个大问题。周公除了经常向子弟们进行教诲，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讲清道理以外，还敢于对贵族子弟严格管教。例如伯禽和康叔无视礼仪，不懂父子之道，对常被傲慢，所以他们去拜见周公时，三见而三失，上书大传子才拜见三次就挨打三次，使伯禽和康叔不得不恭敬地向学识渊博的商子求教。商子便让他们到南山的阳坡上去观看乔木，只见乔木伟岸高大，令人敬仰。商子就告诉他们，乔木的高大形象是和妇道一样的，如同敬仰乔木一样，你们也应当尊崇父辈。此后，商子又让伯禽到南山的阴坡去观看子树，只见子树抚徐柔顺，令人可爱。商子又告诉他们，子树的谦恭形象是和子道一样的，如同子树博得人们喜爱一样，你们也应当虚心谨慎地赢得父辈的欢心。这种形象化的教育，使伯禽和康叔明白了晚辈和长辈之间的礼仪，知道了自己挨打的缘故。他们再次去拜见周公时，没有贵族子弟的高傲姿态，而是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彬彬有礼。周公爱抚地摸着他们的脑袋，还拿来好吃的东西让他们吃，鼓励伯禽和康叔的进步。在周公的耐心教育下，伯禽和康叔后来都成了很懂礼仪的人。在辅佐成王期间，怕年轻不懂事的成王好逸恶劳，便做了一篇名为《无义》的诗文来训勉成王，叫他要知道农民的艰难辛苦，要学习古圣先王那般克勤克俭，不贪安逸，懂得怎样爱护人民，才可以长保福禄。又做一篇名为《七月》的诗，引述其先祖公留在缔造新国时是如何辛勤，千万不可忘本，用之以让成王知道秦魏周之祖训，要记此精神，方有资格保守祖先的基业。周公为了让国家走上制度化，他制定了种种长度，通称魏礼，后来被搜集成周礼，
礼记等书，让天下人在合理制度的熏陶下，人人知礼，个个成长，兹举实例以说明之。周公定冠礼，男儿在满20岁称作冠，在其生日当天，父母送一套新衣，一顶滋布冠给儿子。当这位男孩穿上这套新装衣冠，楚楚前来成定请安时，父母必须起坐搭礼，平常只要点头或口头回应即可，无需起坐。回礼后即请坐下。由父亲词喻数句，大意是说，今天你已年满20，算是壮丁了。过去的岁月里，你被看成小孩般的被保护着，被家庭父母呵护着。如今已长大成人了，这个家，这个村从此刻起交付汝重任，要你来参与他，爱护他，保卫他。一番词喻后，由父亲再带至乡长处，由乡长送以皮变官，并预知乡里的重要组织设备。今日之后，乡里又多了一位人才来造福乡子。今日你以本乡为荣，日后本乡将因你的成就为荣。最后于当年年底，凡在中央任职为高官者，定回自己家乡，为这群刚行过弱冠礼的年轻朋友训勉一番，人人送一顶爵变官位见面礼，并告谕青年们有关国家的现况，以及政府在为人们做些什么，并勉励学子用功读书，以丰富的学养来报效国家。其最后的贺词大致是：各位往后的成就定是在我之上的，愿能见到各位日后的灿烂伟大的成就。就经过这3次典礼，冠礼始算完成。这种层层而上的计划性精神教育，深深的在每一位刚满20岁年轻人的心灵中烙印上成长的喜悦与责任的归属，在心态上已由幼小变茁壮，由幼稚转成熟，由权力提升到义务，由一味的享受攀越成职责与担当。因此周朝的年轻人充满朝气而不轻浮，充满希望而不幻想，有此身教言教合一的制度，难怪能奠下周朝800多年的基业，为历朝所兴叹不如。周公又定婚礼，使得婚姻制度有个保障，二姓合婚是为大事，岂可儿戏？故他规定了要经过纳采、问名、纳籍、纳征、请旗、亲迎等6大手续，看似繁杂，但一生就这么一次，如此隆重且充满意义的仪式，可谓来日一段美好的回忆，亦不会动不动轻言离婚的悲剧刑举。那像今日的结婚因太简单，跟着离婚便显得随便。以台湾为例，近年来离婚率已高达每4对结婚就有1对离婚的惊人比例。当年周公曾审过一个案例女子逃婚的故事，审问结果得知，因为男方从未按6大手续，便要将女子迎娶过门，那位少女恐遭邻人耻笑，故宁愿不嫁而绝非逃婚。周公裁决女方胜诉，
南方若定要迎娶，一定得经此六大手续，否则无权破婚。乡间能如此守礼，足见周公教化功能之深且远了。纵观周公承接天命，以化万民的使命，表现在事功上的既有辅佐成王、东征平乱、创井田制、治礼作乐，其中以第四项影响后世最具概礼的用意在于引导行为能中规中矩，而乐的作用则在于抒发情感，不至于积压成疾或泛滥成灾，对于安定社会防患未然有莫大的效果。至于礼的范围，上自敬天祭祖的仪式，下至婚丧喜庆及日常头足举手间，皆有一定的常轨可依，令社会有道可循，至今仍为中国人所遵行。周公在中国的道统上，是为承先其后的得道圣贤，上接文武，下便谣传给五百年后的孔子了。而孔子游龙之叹的恩师便是老子。